高颜值就是人性。陈伟霆给自己剃寸头，网友可以开店了。高颜值就是人性。陈伟霆给自己剃寸头，网友可以开店了。陈伟霆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男神了。凭借与杨幂合作的《古剑奇谭》被观众熟知，有颜有型又有才艺，唱歌跳舞演戏样样在行。最近陈伟霆也是再次登上了热搜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剃寸头这件事。要知道寸头可是检验一个人颜值最直接的方法啊。陈伟霆知道粉丝喜欢他长发的样子，但他最近的烦心事也是有些多，这样的天气头发一长就更容易烦恼了。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了，穿着浴袍的陈伟霆拿着推子直接来到了镜子前面，先是欣赏自己的长发，接着就开始 DIY 了。你觉得陈伟霆的长发和短发哪个更好看呢？